快乐，叫姑娘好心欢喜啊！哎呀，赶快请进，别找人了。来来来，姑娘随意坐，外面天冷，还自己家啊。这外面天可冷死了我呀！瞧，我都感冒了，这鼻音重得不得了呀！哎呦，快进到自己家了。公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没有，我是说你大老远从上海过来北京拜年，可真是有情有义呀、啊！哎呀，公子，你这话可见外了，我对你可只是有情有义呢，我还有礼相送呢。瞧，我这从新加坡特意带回来给您的。这个非常的难抢的阿舍食堂的干面呢，火红着呢。哎呦，姑娘，我正好你正在煮面吃呢。哎，你那破面就收起来了呗，吃我的，吃我的。哎，姑娘，你此话怎讲？我的也可是阿舍食堂的干面呢。啊，真的耶，这是同款的阿舍食堂干面哎。天哪，我们这千里之外的竟然还能够心有灵犀，真是一点一点通啊！好了，姑娘，那反正我现在正在煮面，那我下面给你吃。下面，姑娘，想什么呢？阿舍干面。瞧我这衣服都不由自主的滑落了，真是害臊害臊！别看别看，先别急，先吃面吧。好热呀，瞬间热了。煮面，煮面。终于好了呢，来，姑娘，先尝上一口，都迫不及待了。来，慢用哦。要先搅拌均匀。哇，香啊！试试看。嗯，果真是非常的 Q 弹爽口呢，酱料非常的香醇浓郁。嗯，姑娘带的面条可说是极品啊。这是当然，而且它还有麻辣口味的，跟我一样啊。在这寒冷的冬天里，你让我更冷了。哎呦，公子，所以我们才需要围炉嘛。瞧，你看我们这吃着多幸福呢。新年里吃阿舍干面，暖你胃，暖你心。